OK， 他们开始了哦。好好，开始。好，那么现在大雨打私语。压人。这个场地真的好受欢迎。真开心，这场地有复活。对啊。我以前超讨厌这场地。其实现在也不喜欢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就好了。哎呦，不错。现在感觉上大雨是比较有意思，抓到滚。大雨等一下。哦，不错，风险。哎呦，我这上来好。哦，这很漂亮。先炸弹在上面，抓下去了，下面再抓。应该那边防御吧。哦，空后撞，空后尖端。发了口的比较痛，还是上我？感觉是上我，上我尖端的。穿高跟鞋。高跟鞋身体。发了口是穿大型鞋。大型鞋。还有。公恩，后摔公恩，然后，哦，好像讲话又太小声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讲话有小声吗？应该我的对啊，如果太小声，要麻烦对麻烦说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对，那然后接下来就是通向下室内选项，一个比较安全的惩罚选项。然后就空选控。控。哦，思雨很会控制炸弹。对。他怎知道炸弹的角度是怎么看的？真的。就是人设的基本技能，很厉害。真的。空温。那空温判定也蛮强的，对、啊、哎呦，又用下想下子来打，选很安全的选项，哎，哇，那个应该可以控制他撞的那个，对、啊，现在先自己想办法追完，冲后。大雨都会跳在空中等一下，然后看他做什么。对。大雨打比较 neutral。他是 neutral， 非常 neutral。对，他基本上，他先脱离对手的攻击范围，然后之后等对手做反应，队友可能觉得他还在，他可以打到，然后再抛他，高抛。要虽然讲起来容易，可是你要那个完全实现是。对啊，你要知道对方会做什么。对，你要知道对手的攻击量是很厉害的，不会大。哦。回来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大雨居然救他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那又还是对手在外面。啊，还有机会。继续不要紧张，没有，好吧，可惜，恭喜大人拿下一胜。真可怕，那是场外的那个飞弹，那你觉得有机会就完全不给人家喘息空间。完蛋，我没有看到他们选什么。我以为思雨要选卢卡斯。好，那那个今天崔宇杰也蛮受欢迎的。崔宇杰一直很受欢迎，我都每次都会被那个。为什么？因为一点八。你不应该点那个。哎呀，都没有跳哎。哎呀，都没得来吗？哎，还有句，哇，这漂亮，漂亮，成功了。崔宇很擅长用炸弹围场。虽然昨天有延迟。对。可是要可能嘛。其实我觉得那是非常困难的事。对，我觉得炸弹围场它没有看起来的东西。对啊，有时候不小心炸反你就自己出去。对，炸反就出去。哎呦，这漂亮。就打到。现在思雨喜欢打，哎呀，这个。思雨打比较进攻点，大雨就防守。也不知道。这个。好恐怖。哎，居然也是，哎呀呀，可惜。好恐怖！我看到大雨站在那个台的上，对啊。
日语现在很多，有点棘手。对啊，虽然林克打得很痛，刚刚很漂亮，你再继续讲。林克虽然打得很痛，可是机动性上还是。肌肉线上还是萨姆斯比较好一点。对，萨姆斯招比较快，但林克有那很优秀的空位。等一下萨姆斯是痛的，真的。不知道，我可能讲错了，但有时候被笑。没人讲那个林克技能怎么说。我可能。他也很会应付飞行道具。对啊。哦，这个很痛，真的恶心。哎，会吗？会吗？哎，不会，现在不会。萨姆斯的空上还蛮对，打到了。以前很强。对啊。以前就死了。钻头钻钻脚。哦，现在是有点麻烦。对啊。想办法拿下这一胜。嗯。哦，这个很聪明。对。虽然说扣88，可是他把他自己还有大鱼的距离拉开。是啊，就保持自己的有效分。对，这感觉林克比较吃那个 set up， 哎呦，太妙了。对啊。啊，没抓到。哦，这个漂亮。抓到他的那个，帮你抓他那个抓的空。我好像都没有看到思雨用回力标的样子。有啊有啊。还是有点。现在不是有吗？哦，有了。回力标用很轻，他只是用很巧妙。毕竟回力镖可以制造一个 spacing， 然后去接一些东西。对啊，哎呀，这个哦，安定嘴。大宇现在讲打比较安全。对啊，还是要小心一点，因为林克还是蛮重的。嗯，他被砍到就是被卡车撞到了。真的，尤其是那个 dash 哦，被打爆了。哦，好，那恭喜大宇拿下这一胜。大宇呢？现在怎么做？